好，不小心让大家看到我的 LINE 了。我是子龙，然后我早上没有报告，然后我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在想一个方式让设计师可以就是更方便协作，因为其实设计师一直以来在GMB遇到很多问题，像是人员比较少啊，所以其实大家想到设计师就会找那几个，然后就会很累很累。所以其实大松我都是下午才来，不然我觉得我好累。那在 GMB 最常使用的协作的平台或者是工具就是这三个，可能是 Hipag 是比较文字啊或者记录，然后 GitHub 是比较就是工程师就是在用的，那 Facebook 可能就是沟通。那设计师过去都是可能用有一些档案，所以必须放在就是 Google Drive， 可是 Google Drive 就是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次进去的人绝对不知道你要怎么找东西。尤其是我之前在找那个 GMB 的 logo， 我也找很久，因为对一个麻瓜来说，我不知道 meta 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在 GMB meta 里面，所以我一直在旁边找。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设计师在协作的时候会遇到的障碍。然后还要称赞一次，就是第一组报告的那个真的是太友善了，我觉得好感动。那我自己是办了几场设计松，想要试图去解决就是设计师到底在 GMB 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发现一些事情，像是设计师就是没有画面，他就是会搞不清楚状况，就是他可能看到一堆文字，除非是你口头跟他讲，不然他其实没办法透过文字或者是看大家的code去了解说这个专案是在做什么。然后设计师就算待一年多还是麻瓜，不要期望他可以多懂什么就是程式方面的事情，就是没有，以我来说就是没有，我今天才知道 meta 是什么东西。那之前设计师试出的档案有这么多种，就是以拉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图档，那其实也是蛮复杂的。那我今天就想到说，因为现在做 UI 日常很多都是用 Sketch， 我想说先用 Sketch 来做实验，就是在档案内直接开启一个协作空间，看有没有可能说让更多的设计师能够同样来一起做同一个专案。然后我就以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GMB Style Guide， 我直接开档案来讲解。就是现在我编的这一份档案啊，我就建造一些，它旁边有 page 就可以开很多空间，所以就等于就是一个目录，所以我就建了一个，譬如说第一次协作就是看这个东西，就它可能会有一些基础资讯，像坑在哪里，坑主是谁，还有它的授权，就直接写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协作规范，譬如说请大家不要覆盖档案啊，然后你的档名要怎么取，然后等于是我希望能够实验一种看大家能够共同就是版本控制的一个方式，但这还是需要就是之后大家如果有 sketch 的人可以来试用看看。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写贡献者的笔记，像是我今天这是谁，然后上传档案，然后写一些笔记让其他人知道。然后这边也是贡献者可以留下的资讯，因为过去我发现很多设计的档案，就GMB的档案，就是我们很好，我们有东西，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贡献者，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大家都这么辛苦做了。然后有些后面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的一些元件库啊或是什么的。然后虽然说这东西最终还是要回到 Google Drive，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就是做一个实验，看说能不能透过这次就是改变就是设计师在GMB做事情的方式，让大家在比较熟悉的环境去协作。那这是今天我做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讲，谢谢。OK， 谢谢。